朋友们大家好，这是今天的天津开创者四关职业联赛首冠500公里河南新乡站的单光冠军，一支雨点沙眼的小旗歌，来自我们的院儿内的22号团队，教练是我们的小东北教练啊，刘教练是吧，在官场刘教练刘教练然后歌主呢是来自张宝亮，冠军的分数在1455。今天是1455的高分数，榜条小词歌，嗯，行，小体的一个词歌，嗯，啊，眼睛我戴一下，沙眼的词，我们歌主是北京的吗？嗯，北京张宝亮，北京的张宝亮，嗯，张总培育的。嗯嗯再见，恭喜刘哥，恭喜我们的张总。今天天津开创世界杯，今天第一关500公里河南新乡的院内的亚军全会的四名，来自于锦阳歌业张杰，出自我们的19号棚天意赛歌，请教练展示一下这羽鸽子。好，来自于我们西北王啊，锦阳歌业张杰张总啊。眼睛头部特写。好，再次恭喜。各位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羽雨点晃眼的大雌啊，我们的教练给我们介绍是羽大雌。那这只鸽子呢是来自院内的20号团队，也是天津开创者首冠500公里河南新乡站的单冠全会的季军。这鸽主是刘建强。刘建强啊，是我们的鸽主，参赛名是刘建强加刘勇。对，刘建强加刘勇。个大词，好，看一下眼睛，黄眼啊，这是个油黄眼的词。好，看一下肌肉，单冠的季军，骨架也非常粗啊，这是这个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嗯，院内的第四名，倒排行第七。嗯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，我们院内的沈教练手上拿的这只漂亮的脏灰小雌鸽，这是我们今天天津开创者首冠500公里河南新乡站大排名的第七位，院内的第四位，来自东北天龙坐玉小雌。呀，不给正脸啊，看一下眼睛，是个沙眼全黑圈的雌鸽，非常小巧的一羽雌鸽啊。棒条，看一下，那边，哪朝的看？啊，就是这样看正面。好嘞，肌肉给我们展示一下。今天是打到了1400多的高分数，东北天龙培育的优秀赛将，一起欣赏一下。好，再次恭喜我们的东北天龙，恭喜沈教练。好的，谢谢。